今天是6月6号断肠日，我们在 Yosemite， 今天最重要一天在 Yosemite。 我们现在在去这个 Valley 的路上，这好像不是我们昨天看到的瀑布啊，不是哦，这边又是哪一个瀑布？这也蛮漂亮的，连它很宽，然后有很多比较细的东西，有细细的。我很长，我知道啊，而且录起来了，而且好几段哦，这个。你看，这时候摄影机就很好用，把它拉得好近哦。只是手不能乱动就是。望远镜看更远。有，我们车上有望远镜。它从两边这样交叉进来，哎，两条哎，哇，好几条，那边还有一个嘞。一路下来啊。那边也有，那边也有，它好几条汇合在那个点。就是常年的那种那种你看是在 Half Dome 很远，这是 Capitan Half Dome。 刚刚那个角度看比这边漂亮，对，刚刚那个位置停下来，那个非常棒，那是对的，那是最棒的位置。Bridal Veil， 我们比较远的地方看，刚刚都是水。我们的车在哪？没。我们的车不见了。你坐到前面。我在前面。这是 El Capitan， 这是方形的这个。洞被切掉了，没办法。那个从那个上面看出去，海边有一个蓝色的，好美哦，在一起，海水真甜。哇！Thank you.
Thank you.